我想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为什么？你觉得我拒绝你是因为怕你，但是你错了，我根本不怕你，我是觉得我们道不投，不相为谋，而且我们的价值观完全不同。你不想赢吗？想，但是我接受输。如果说更值得的话，那我可以输。什么意思？ 我的意思是，我为了赢是有原则的，但是你这个人为了赢是完全没有原则的。你可能觉得，在我这个位置上的人不懂你的高处不胜寒，也许的确是对的，但是我现在做任何事情，我都问心无愧。你这不过是妇人之仁的托词罢了。你不就是看上我这点？ 妇人之仁吗？你手机响了，又薄又平又有分量。哎，要干什么呀？你不是不怕输吗？我也不怕输，但是敌人必须自伤800。 好久没像现在这样了，和露营的感觉。记得上一次是在美国念书的时候。哎，你在干什么呀？ 今天我生日，今天还我生日呢。不是吧？为了一个手机，跟过生日的人斗气啊？这蛋糕是客户送给我的。记得上一次过生日，应该是16岁的时候，我爸帮我过的。我爱吃一家店的蛋糕，它跑了很久，好像记得也是。 草莓味的，味道不错。当时吃了很多，现在想想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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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个愿吧。 自己就能实现，难得的是有人陪着切蛋糕。生日快乐！我们家的情况你今天也看到了，有点复杂。哎，你呢？平时都怎么过生日啊？我直走，不转弯。嗯，好。 快点，往右一点点。我闻到鸭脖的味儿。左边，左边。左，好，不许睁眼睛。嗯。五、三、二、一，睁眼吧，睁眼。鸭脖。还有你最爱的麻辣牛肉，还有长寿面，我亲自煮的，敢不敢动？
七月，谢谢你。赶紧许个愿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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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生日快乐。这么神秘还闭眼睛，不许睁开眼睛啊。没有，你要敢睁眼你就是小乌龟。我才不睁眼呢。来坐这儿，会睁眼啊？没有，我盯着你了。哎，我看到你偷看了。没有。等一下嘛，那么着急干嘛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我跟你讲，我都不用睁眼睛，我都知道我前面摆的是啥，我都可以直接许愿了。啊，我许愿了啊。这次要许几个愿望？这位同学，你想干什么？哎，我是准备吃来的。你想吃吗？这啥呀？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你今天完蛋了！我跟你说，哎，错了，错了，错，道歉。对不起，今天我一定要抹到你。新衣服，新衣服也不好使，我今天必须抹到。我过生日，我在想什么？想方玉斌的女朋友12345号。那是袁总。哈比才不过生日呢，女朋友太多，都不知道跟谁过，所以每次过生日他都躲起来。我赞同。这么晚了，你女朋友找不到你，会不会担心啊？我没有女朋友。没有？没有。我在机场看到一个女孩子来接你，挺漂亮的哦。哦，你说是七雨吧？她是我老乡，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。青梅竹马不错啊，可以发展发展。哎，我说你是华尔街精英啊。什么时候变得跟妇女主任一样八卦？我们妇联主任就是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单身。干嘛问这么多啊？你想追我？你让我追你吗？哎，别动。你是不是觉得跟我在一块儿可以特放松啊？吃的跟小花猫似的。别动我的奶酪！困了，去车里睡会儿。